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强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今日前 NBA 球员肯德里克·帕金斯更新推特，谈到了波格丹诺维奇与老鹰的签约。波格丹诺维奇和特雷杨或许将成为 NBA 下赛季最棒的得分后场组合。帕金斯在推文中写道，根据之前的报道，国王因为没有在48小时内匹配老鹰为波格丹提供的4年7200万美元的邀请合同，因此波格丹诺维奇将加盟老鹰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波格丹诺维奇场均出场 29.0 分钟，得到 15.1 分、 3.4 篮板、 3.4 助攻、 1.0 抢断。编辑 GOK Sun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